怎么可能连个包都拿不起来嘛？来，这年轻人太浮夸了。就是啊，太演了。我，你们在闹什么呀？就这一个包，哎，这、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快！你拿的什么呀？作业。Late。今天用麦丽素做个手串，整整我吧。这是你姥爷的手串啊？千年老叶紫檀。那就老值钱了吧？至少20个大不起。就是吧，工资不惨。那盘盘呢？盘盘，盘盘。手串怎么掉色呢？紫檀木还有紫檀素、爆浆钱啊，都会掉色，说明这是真紫檀。哦，我听说印度的千年三檀就是不奶香的。差不多了吧，姐夫，你说有没有可能他的巧克力豆我叫了，叫不醒。咦，你别那叨了我，我在会议哪不中吗？喊，有嘞喊。你家歇吧哈。隔壁子。我走了。你能啥呀？能啥也能呀，回家喝茶，渴死了。